所以说就出尝出毒品的滋味，而且是大家一起共用同一个针筒，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哦。刚才我们提到艾滋病感染途径中，其中有一项就是经由血液。如果啊共用一具针头，有人罹患了艾滋病，那艾滋病也会随着针头共用而延展开来，后果就非常难以想象。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要如何去预防艾滋病的发生呢？姚虫虽然罹患艾滋，他把抗艾滋视为一段旅程，是一种心灵洗礼，并且在男朋友麦克的陪伴下，身体与心灵已逐渐转好，走出一定的阴霾，热血观音帮助其他病友更勇敢面对疾病。医生你好，医生你好。看得出来，最近状况不错哦。我有照医生的指示去做。你有确实做，很棒。那当然，生病的这些年，我这段期间我也交过男朋友，我都会主动告诉对方我生病了，尤其是在做那档事的时候，都会做好事先万全的准备，泡泡是一个都不能少的。你是很会聊的患者，才会有今天的结果。其实你生了病就要勇于去面对，隐瞒事实，隐瞒病情，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啊。像你这样的想法就很正确，甚至有人病情只要活了10年20年。哦，除了性行为要注意以外，家中的物品，尤其是你早上起来，你必须刮胡子嘛，刮胡刀也是要注意的。刮胡子，还有刷牙，还有剃刀等，剃刀我没有带，这些都是要分开使用，不能与家人共用，以免传染给其他的人。正确。对啊，其实谢谢医生的支持，然后还有志工团体的帮忙，让我的病慢慢的好起来。看你现在那么努力，再继续坚持下去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你现在各方面都很稳定，再追踪半年你就可以停药喽。啊，真的吗？稍等一下，我打电话给我老公。喂，阿文，阿文，阿文。
加油加油加油，你们要吵啊，快点。好，再说，一二三。